不知不觉我们就送走了孔爷了。新的一年，我就跟大家龙马精神，我们 GI Club 呢要勇往直前，更再创高峰，龙马精神。2018年啊，是我们 GI Club 最好的成绩，大家都很突破。所以我希望明年，就是今年恭喜，就是2019年，就好像我写这四个字叫龙飞凤舞。为什么会龙飞凤舞呢？大家都很精神啊，很有魄力去打破2018年的业绩，2019年会比去年更好。谢谢。GI Club 的会员。我们的2018年的确交出了非常亮丽的业绩，那么我希望我们在2019年能够从2018年这边走出另外一个突破，再创另外一个高峰。那么也像我希望我们的生意能够像我手上写着的细水长流，让我们的生意细细流流，好不好？大家诸事大吉，万事兴。2019年祝大家精力满堂。OK， 新的这一年2019，大家心想事成。下一个 member 事事如意，如意得水。祝大家风调雨顺，生意兴隆，一帆风顺。2019年新的一年，祝大家明年祝大家一帆风顺，祝大家大吉大利，祝大家年年。2019祝大家平安是福，再送多大家两福。祝第二个 member 新年快乐，希望大家在今年里面兴风发。用翅膀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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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时光在飞逝，滴滴答在倒数，用一根手指我们拨开云雾，一声恭喜你，我们举手庆祝，用翅膀嘟嘟。